发现他这两边整理得很漂亮。哦，对啊。会不会是这个家人的？有可能。这一家，这边有一家，这样子啊。哎，全木造呢？哎，这个真的是全木造房屋哎，真的啊。还有那个哎，还有烟囱哎，你最喜欢的。还有山上共鸣。熊山。1000多，不知道，其实我没有关心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你没有给我带外套哎、欸。有啊，像我没有背心。你就背心哦，我看盖被子比较快啊。你有啊？你有外套？你有带到你的？你其他店一旦放一套衫啊，那个预备就是不要去动它的长袖的之类的。加车有不到。就一套而已，会怎么样吗？没办法。没办法。算准角度，第二次。连续超级陡坡了，这根本就是直上了。这里的路真的开得有够陡，这叫我骑卡车，我今天我没那个体力，这个比那个我们去拉拉山哦，往那个恩爱农场那边还要陡。
有一句话，这句话真的很重要。当你选到一个好的点的时候，你就先留下来，因为搞不好后面就没了。那如果后面有的时候怎么办？再停下来就好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你可以多欣赏，多停留一个点呐，比你哦错过一个点还要好。所以当我们哦走到哪停到哪，吃到哪睡到哪休息到哪，基本上我们都是第一个点就停了。快到了。这边海拔到底多少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嗯，听说这里还有什么露营？在哪里？在上面。哎呀，你的那个主揪人在哪里？主揪人，他也是睡露营车吗？没有，他今天没有，他们上次来睡。哦。这一次啊。啊，这是他的露营车啊。对啊。啊，他就是仿那个 T1 T2 的啊。哎，还有开顶的嘞！他们上次是自测的。嗯。他们上次是自测的。这个啊。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看。黄色很可爱啊。对啊。这就是开顶的啊，个概念呐、啊。他打开看看，不知道。哎，这搞不好真的就是。哎，家人，这个车可以打开看吗？可以打开看吗？嗯。主角人在哪？主角人，那、啊、你睡哪里？在这一张。哎、啊，你今天哪有困宾馆？我恁兜较宽，我来恁家就好啊。对啊。哦，早讲嘛，我就来你这里就好了。对啊，节目就是大家。哦。它只有车壳。对啊。对。嗯。这是其实我们在做仿古车的啦。我猜应该是那一家啦。哦。哦。嗯，上面不行啊，就是让你站起来而已啊。让你站起来。哦。他们有出租那个椅子啊。椅子跟我们家的一样嘞哈。你进去看一下，站去站起来好了。你看，这边几乎每一台都是这样子啊。然后为什么我们挑这一台？因为这一台是，它有做一个帆布。它有做平掀。平掀呐、啊，这是一个平掀的概念。但是它的平掀比较简单，就是它用四只脚去。坐撑起来，它也是有侧边站。有没有看到？就这样子。哦，哎，老板娘，你来看，你看，顺便讲一下那个改装工法给大家知道。哦，它这种掀法，它就是四根。
哦，这是固定式的做的方式。哎，这个帆布就是跟我们那个都一样的啊。好、哦，来给各位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对，这是吸行草，去做上下结合，好、哦，就这么简单。没有难度。哎呀，这没什么难度，这个。有啦，转折处他不知道怎么弄，他应该没有用吸行草啊。嗯。他只是用水孔把它固定起来。对啊，其实这个吸行草是可以做转折的啦。要有一点力气。嗯，你看那转折处是这样子。对，他全部用吸行草。哦，这个我们今天在讲，在我们露营车的改装工法，这个太简单了哦。那里面就是木座而已。对。对 OK， 嗯。想要体验想要住露营车，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的哈。哦，那这台是什么？也是，都是 T1 呢哈，这应该都是 T1 的车型了。打开看一下，是不是都大同小异？应该里面就一个床而已，而且它全部都做双开门的哦。没有，它本来这种车就是双开门啊。我看了那个 T1 好像都是双开门的。哦，它现在里面有对坐模式哎。嗯，就是一个。新鲜啦齁，对啊，美白，这种对开很可爱齁，对啊，但是我们的车又不能这样子改齁，改一改又有验车上的问题，卖脑齁，好啦，欸，这个住一个晚上多少钱？三千五，大小，哦，这个应该3000啦，那这个3500啦，那、啊、其他都一样的嘛齁，还有不一样的吗？还够不赶快的不？好像都差不多吧。还赶快的啊？欸，是3500，欸，那个走进去是6000，那个走进去是不一样的门呢、欸。你的吗？对，那两台是我们的。哦。可以看。可以哦。有一台比较大，上面还大。还有上面哦。欸，我。欸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那应该是那家专门在打造仿古车，对，应该是，他就说是，这台比较新耶，复古车的那一家做的，这台比较新耶，哦，他是提供这个啊，提供这个给他就对了，我那边有冷气耶，哦，这台的，有这台有这台有，哦、有没有有分离式啊，分离式这台比较贵，有没有？那老板娘你真的很好，你都还自备冷气上。对，我都自备冷气。这台好新哦，这台是5000。这台较新啦齁。那、啊、这个开的方向不一样。嗯。这个就可以进去参观。是啊、哦。等一下我再讲一下。还在睡觉。开的 OK 啦。门打开睡觉。因为太热了所以要打开齁、哦。我看他睡自己的特斯拉还有电可以吹冷气。对啊，这个可以，嗯，还没来啊、哦，这个还没来。哦，然后放道具。哦，真的。嗯。啊，楼下那个黄车加黑车，黄车是3500嘛、嗯，黑车是加购1500。哦。哦。加购就是用多的。有、嗯。这个参观不一样的体验呐、啊，哇，不一样的体验、啊。它这只能睡觉了，它没有水。对啦，它就是一个营区的概念，你不用搭帐篷而已啦。搭帐篷。哦 ，OK OK。4张椅子，一张桌子。他们里面有还有卡式炉，就这一箱。就是它。卡式炉锅子，然后餐具，对，他们都有。就是衣服带来就好了。对对对，食材跟衣服跟瓦斯罐。菜要自己带了。寝具自己带。哦，衣服。它是里面是床垫嘛。哦，就卫生了，嗯嗯，对对对对，不用清了嘛，对对对，还要洗啊。这个自己要带那个什么盥洗用具，还有棉被啊，棉被，对，其实这样蛮方便的耶。对啊，你这个篮子也是啊，也是他们提供，这个是全部，这个也是啊，对，篮子餐具，这个就好比什么，好比你餐具好像也是，它是木盘跟那个。等同你开着一台露营车来啦，只是这个露营车是不能动，对，它就固定在那里。但是里面就是没有卫浴的啦，哦，能睡觉而已。这车泊模式啊，讲穿了就车泊模式。想说可以让没有帐篷的人也可以露营吧？嗯，可以可以，还蛮可以的。嗯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里也是会有人吗？啊、这里啊，会，他们有啊，他们通常有9帐啊、哦，像我们有9帐。哦。这样另外一个朋友。啊，你的车停哪里？我停下面啊。就下面那一台。啊。